谢谢光芒的粉丝牌，谢谢光芒的好多粉丝牌，谢谢小马甲的两组一三一四超火，谢谢可可的200个粉丝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粉丝牌，感谢感谢啊，请举手。怎么找身份呀、啊？你好，杨发言，不好意思啊，没注意。那我是个预言家，然后昨天验了对诸位的那个12，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啊，先把身份说，他是个查查，然后验人的方向也很严，平时比较喜欢那个上下之位验，但这一把呢，因为我跟12玩家是那个开黑的嘛，然后我一看这么巧，他也在边角位，还是对诸位。那我觉得摸7摸12对我来说都一样，想想就把12给摸了。我的确没想到会是一个狼人盘，因为我觉得他挺小而好人的嘛，他很喜欢那种站队边的那种感觉，但没想到，确实没想到摸出来是个狼，我也挺难受的。那我想想警卫流怎么打吧，因为井上有可能他会自己起跳，也有可能他的队友，因为他自己起跳就面积非常低嘛，他可能就直接就没了，所以有可能他的队友会派会让他原定的那个队友出来焊条，也有可能性，所以可能会有两狼在井上就立出来了，所以剩下我想去井下去找，井下有12、13、40，想把左边的4给刷一下吧，好吧，40吧，啊，40，先验10再验4吧，10号玩家头像不错，好吧，那我就先验10再验4，12号玩家是我的查杀，那肯定他没有任何身份了，然后呢，我也不是什么假身份的，千万也不要说什么我什么什么准备功夫不足这样那的，因为我上完警之后呢，就已经没有注意到是我第一个发言，好吧。其他还有什么可以聊的？第一个发言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聊的。我希望井下的好人给我上上票，好吧？因为我知道我是个预言家，我需要那个大家给我给那个什么打个警徽流，啊，谢谢啊。有了，我不是啊，两个点，第一个。我还以为是火树。开黑的，说句实话。我他妈还以为是火树在发言，惊了。好吧。第一个发言，你告诉我，你这个位置 WCR 没有表演赛了，因为我们那个赞助商就是那个巅峰狼人没赞助，后来我们就巅峰狼人没赞助，所以我们就没有钱做表演赛了。大概不会原地起跳的，你知道吗？那后期为他的狼队友去捞他，那这个十是容易接捞身份第一的，那你留这个十等于有可能是白留的一张球会留吗？如果两个点，我就觉得你不像，放手了哈，放手就放手，好吧，过了吧，我又不是预。哎，这七号感觉还可以啊，我看看长得好不好看啊，看看啊。11金水，听得见吧？是，哎，感觉。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去验11啊？怎么说啊，观众朋友们？5811，理解了吧？长得是不是？其他的也不想说什么，11还可以。我警徽流可能会去打10，7可能偏好吧，因为7在那个位置把张6聊退水了，所以我觉得7偏好。张6第一个起跳匆匆忙忙，网图是啥意思？原家牌就是会被别人拿来当头像的，就是网图。我觉得你们狼队也没法打了吧，是不是？你不行打个松狼局其实也挺好的，好吧，就打个10吧，好吧，井下看投票，我不强压井后流，好吧，井下一定要狼的，狼呢就给你的队友冲就可以了，如果从狼去拍身份就是比较好看的呗，是不是？没有什么可聊的，如果我还有什么没聊到的话。但是你看我那个头像别人好吧也都拿我头像当那个头像，那也都是网图，说明对于长相的认可吧。我想把他妈是。咱这位张六二小玩家点了加斯卡，退水的。这个七号小玩家一听就知道好人牌，绝对的点继续占领。这个八号小玩家又，啊对，他就知道。哎呦，别，吓我一跳！可别洗澡，大姐你别开摄像头啊！还好我关了，我天哪，怎么关啊？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关了呀？不看别人视频。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讲验人生日程？我
不是，他现在拿手捂着呢，你知道吗？他万一，你看他现在拿手捂着摄像头呢，他万一一会儿，还行还行。天哪，不是现在波兰沙太凶险了，你好吧？我铁心这样吧，一会儿八发言的时候，比如说你什么东西啥的，野史卡什么的，我都听一点，好吧？我铁心这样吧，后置位预言家，你再怎么跳这个狼，你就点死八十一双狼吧，好吧？我就跟着这张八走了，不会投了，好吧？不会投了，后面你就点死八十一双狼就行了，好吧？站八到边过了，别的不多说了。六是金水啊。你既然那么想去死，那就去死好了，我就不要了。什么呀？还有这种要求？那本身我对十一就没啥好感。八号那个位置不给九发金，不敢给我十二发金，恰恰往你头十一头上发。大了吗？大了吗？现在大了吗？八号玩家什么发言你就铁站面他呀？他因为他说了两句打怂狼局吗？你别说我是预言家，退一万步说，就算我是个狼，他是破发言，我凭什么跟他打怂狼局？对不对？那我不要了，八十一双狼，你求锤得锤，我把你打死吧。九号玩家不太像狼人吧，因为九如果是狼，八的金水可以往九那儿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九号玩家也不听他狼队友发言，也不听前队，也没啥。啊。所以我觉得九好人面应该比较大，但我不会直接保死了说是好人，就是 X 偏上吧，好人面挺大的。我看看。七号玩家，因为六嘛。小丑行为在那炸我身份，所以七起来说不信六。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八退水了，八也是炸身份，五号玩家跟我对票。现在好了吗？可以，现在好了吗？我是非常乐意的。哦，那八在炸身份是吧？那十一就再说吧，那十一就再说吧。那十一可能不稳，还小，想想。十一是个狼在这儿，那不变成我的天哪！十一是狼是什么品种的狼呀？我声音现在还大吗？队友是五，他在这儿说铁跟八走，那不变成鸵鸟了吗？明知道我是个预言家，八的那个八跟他还不认识，八的金水发的是错的，那可能这么盘十一得是好人了啊，挺有意思的。那改个警徽流吧，想一想，前面九。身份就要重新给了，十一应该大概率好人，八号玩家可能也不太像，八十狼可能会刚住，那他说那两句话就是在，现在呢？就是、想不让后置位起跳，那我双压井下了，那我双压井下了。现在好了吗？左边五号玩家要悍跳，六是我金水，喂。右边十号玩家看上票，三号玩家看上票，那我验一跟四了。现在好吗？一四验六金水，别的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个格局下来，十一有可能变成好人了，也不是变成好人吧，好了，就是格局下来他可能不做狼了。我过了，六金水一四眼，不容易啊，挺难伺候啊。九金水，老朋友，那个不是他们跳的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跳？你妈这么多、啊？因为那个三六十二都不能验。他们也不是不能验，开黑的就不验嘛，对吧？所以我就验了九，九是个金水。然后前面的事情我们先聊一下，再留个井归流吧。我比较想压井下的啊，然后井上的一会儿再盘。我留个井下的二号玩家和十号玩家吧。那个一二三四十都在井下，右边的牌呢其实都发过言了。然后三号玩家和六号玩家呢都会给出自己的站边，包括三号玩家也会投票，那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身份，大概率在没盘那个倒钩的情况下或者冲锋的情况下，我们就看他们上票。那么剩下的呢是一号玩家、二号玩家、四号玩家和十号玩家，没有听过你们的发言，只能从井上的人去盘你们井下的格局，但是没听过呢我就不盘是不是狼人。那其实井下肯定是有狼人的，对吧？除了井上，我已知的是十二号玩家是悍跳狼，那其他牌我们只能从牌的位置跟你们自己的上票来盘。那我就二十顺验，那么其他的呢，如果我们万一有 PK 台了，我再改那个警徽流。井上盘一下，因为我警徽流第一张不会去打六，是因为六号玩家呢他玩的也比较好，他自然而然能听出这个五跟十二里面是谁，所以就不需要留警徽流了，都是一起的
啊，然后这个七号玩家井上是质疑六号玩家的，那六号玩家也放手了，这不能用于基点去打七。九呢是我的金水，八号玩家你既然炸了身份，一会儿井下你可以选择拍身份，或者用你很好的发言告诉大家你是一个好人还是什么。十一号玩家呢，这一点我比较赞同十二的观点，因为呢十一是秒战八，只说了一句八是钢铁预言家就过了，所以如果十一号玩家是狼人呢，也只能是个比较做作的，对吧？那也不可能，所以八号玩家那个地方我认为十一号玩家不能免除八号玩家是给他炸身份的，所以十一的面就偏好。井上十二是狼人，那么有可能听错了一张，那一会儿我们再改井或流，井下的好人牌给我上票啊。我也讲了为什么不验六了，就二十先顺验。还要调游戏声音，我游戏声音真的调到最大了，就你让我再大我真的大不了了，忍一下好不好？就能忍吗？如果说真的不能忍，那我就再改一改。但是刚才不是有人我手机最大声了，最大了，你看左边是已经最大了，最大了已经。哎呦，这你们这一锅我又忘投票了，这哎这哪里，二把四给读了啊，不是我不知道是二读的四还是四读的二，我不知道啊。哎呀，这怎么回事？要开个盘不？我们要不搞个小盘？我觉得十二是玉吧，我觉得点评十一，就可能就戳中我一点的，可能就是他说那十一这张牌就不太能够为狼了。我也觉得十一这张牌不能是狼，因为在他的视角里后桌还有一张五号牌。不是，我没有。那五要起跳八，如果为好人给十一发一张金水，十一为匪这个位置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动作。造反毒了我们啊，我平民啊，好吗？我主要是看这一局三号牌在，我真的我玩这个游戏这么久了，听过这个名字，看过他直播，就从来没有碰到过对局，结果我还死了。我要看完这一局，我过了。我随便读的，我本来想读十号玩家，因为我觉得是十号玩家砍我的，好吧？因为六八十一三张牌的，就三张空宅出来的三张空降金水，六八十一三张空降金水七发言。哎，我现在天天太有名了，我现在今天带孩子跳街舞，一堆那商场里面至少五六个人找我合影，他们二三四十，太火了，真的，你说现在怎么这么火呀？我这个三十四张牌里面就一定是开不出来三个狼的，那一。二三十四张牌里面开出三个狼，井上就得开两个狼。六八十一三张牌摘出来，十二号玩家明显是个闭眼视角。太火！当那个几号？当那个八号玩家放手的时候，十二号玩家他是有点懵了，然后自己逻辑捋顺了以后，把十一号玩家真听不到吗？不是，我这已经很大声了，我自己麦的声音已经很小了。他把十一号玩家摘出来。他一开始盘了楼，就觉得十一号玩家可能为匪牌，八十一两张牌打死，在他的视野里面八个亮悍。现在好了吗？对吧？现在呢？七是有可能，因为七号玩家在那个点六的点是对的，好吧？我觉得七号玩家是好人偏大的，那五号玩家给九号玩家仅上一张疑似狼人发了一张金水牌，好吧？我觉得就是五九十了，好吧？三五九十吗？现在呢？是没得跑了吧？一号玩家上票给你十二的，如果三层那位好人嘛，一二里面开一个倒钩了，就是这么个格局了。现在呢？因为六八十一三张牌就一定摘出来了。现在呢？我想读十号玩家的。好了吗？想想还是算了，因为这个十号玩家砍我也砍得有挺多次的，好吧？反正我也从来没读过。好了，我没读过，那我就不读他了。因为这个人说话声音也有点轻。继续砍，好了，十号玩家，其他就没了。好了，我想想锦辉流怎么打。十二号玩家的锦辉流，
最优的警徽流就打一张七，打一张三，对吧？打七定井上格局，因为七九是有可能开容错的，七九是有可能开容错的。七如果是好人，九就一定是那个狼。七如果是狼人，九就可能成为了一个好人，这是井上的格局。因为井上把六八十一三张牌都是要空宅出来的，好吧？其他没了，一上票给你放嘛，对吧？那井下就三十里面打一个嘛，就一张七一张三的警徽流，就我觉得比较完美了，好吗？如果七成六好人，边角位还有可能不开匪，好吧？摸七定井上格局，摸三定井上格局就没了，就两个警徽流。出五号玩家，四角都不对，啊，够了。不错，好吧，我也就想打三五九十，不是我起身跟你说呀、啊，为什么我铁心张八，八没有去给九这个身份定义，然后我知道我底牌十张好，那么你后置位开狼的话，只有一张十二，一张五，他敢去给我发张金水牌，你觉得我信命他是张预言家，我兑换你张十二，所以我的后置位就说你狼不用跳了，我肯定铁心张八，他搏力度搏到我这儿了，你可以说我什么思考量少什么，但是他就搏到我这个力度啊。当八去放手的时候，十二就是张预言家，你五就不能去点这张八，还有他拍身份，八不用拍身份，底牌一定是张好，八十二这个格局没必要了，因为我都已经说了铁性了，十二是你的对跳，你肯定得放这张八，所以八就像这张女巫说的，六八十一，六号牌不一定啊，如果六号牌六号是十一张肯定是吧，六八十一三张牌你肯定得放的，你只能去打井上这张七，九又是你的金水，你不去点顶下这张十啊，怎么可能呢？而且我觉得狼坑点的挺对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张四，哎呦我天，你就对这张十这么大的好感度吗？我真的把你刀了，你不读的，但是我不能拍死张十，万一十底牌十张好呢？好吧，哎，这把女巫走了，我听二的发现也相当好啊，但是我觉得锦辉你觉得留一手一留手七，我觉得可以了，好吧，留一手一留一手七，练个两个双金水出来吧，我觉得留一手一留一手七的话，那三五九十一。我三五九十这四张牌一张都排不了，好吧，当然你留三留七也都可以，好吧，嗯，别的我觉得没啥说的了，而且这个五回手掏去给九这个甩上那个发过炎的甩上清水牌没有任何力度啊，不说力度逻辑呢没有逻辑，还去点张八让八拍身份，八根本不用拍身份，他的位置一定是张好人牌，拿不起张狼，因为我起身说站他的边了，他十张狼已经搏到了我的心态，没必要让十二去补跳，但是这点就没盘到，八号为什么敢甩十一号金水啊，哎，就是他作为一个哎好人的话，他凭什么敢给井上发金水？回回推推狼，那要是回回得推到发到预言家不是血？别的也没啥说的，尬聊就是好吧？过了过了过了，先处我处我过了，对吧？我是主播，我是我。我操，这个声也太他妈大了！知道一下。你们利益听天盯着我干什么？我底牌好的、嗯、我刚洗个澡，我回来少玩家发言，嗯，其他牌我一张没听见，我只能把我已知的信息告诉你，但我听他就是说你们都要出五，就是意思五号玩家和十二对跳了，对不对？那我再听我在听，我不知道你十一是好人是狼。现在这人不、你对我的敌意，来的莫名其妙啊。嗯，其他都没了，我再听一听。嗯，我可能啊会压手，但如果我听出来谁一定是预言家，我一定会上票。还有一点就是，我上了票了，我一定会聊出来，我为什么上票，上票的理由告诉你们，其他都没了。哎，你呀，这个十一和八，为什么这张八不需要拍身份呢？后置位你自己都说了，为什么你这张十一写在八的边？不就是因为后置位只有你十一，只有九、十一、十二和五这四张牌了吗？他在这个位置发金水或者发天狼都洗澡，不洗澡不会玩游戏，能知道好人牌的心态吗？能炸出什么东西来呀、啊？所以我合理怀疑啊，你这个八和这个十一互作身份，因为井上这张七号玩家打六号玩家，我觉得打的还是比较有理有据的。从发言来讲的话，七号玩家
应该成立为那张好人牌，你八十一就有匪面，这张十划水，估计身份底牌也不做好。这张四号小玩家说十刀了他，然后要去毒二，这是什么诡异逻辑？十刀了你，你毒了他，你俩开下一局去，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他是认识这张四号牌，四号牌知道他，是女巫牌，然后刀了他。我听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十一号玩家就是暴匪式发言啊，这个。这个孩子估计四岁。你这个十一号玩家有可能是跟八号玩家做身份呢，因为我认七号玩家为一张好人牌。哇，这个九发言真的是好有道理，我也觉得啊，我这个八十一双狼啊，不是，是八十一十二三张狼人牌啊，在这给你们唱戏呢，真的，我觉得九盘的逻辑没错啊，哎，我觉得九真的盘的逻辑真的是没错，八十一十二三张狼人牌，那个六呢有可能是张，哎，二和一二四呢都上给这张十二的都是狼人牌。你就在一二四里去验就可以了，对吧？找一张战色片的好人牌，对吧？那你还说什么呢？对吧？九八十一十二三张定狼牌，外置位一二四，二四都死了，那最后一张狼牌不就是这张一号牌吗？哇塞，你九号包公在世啊！我九号都离线了，气的。哇塞，盘的太有道理了，哇塞。张喜欢还是张好人牌，过了。这不是，这怎么还在嘲讽别人的呀？行的。考虑这个十二的面，考虑五这个位置为当狼人牌，为什么要给这张九号牌去选一张金水？因为公认的好人牌六八十一三张牌嘛。那九这一轮的聊天，我肥到极致啊！好吧，还有这张十号牌。我觉得你看看要不要去验张一啊，好吧？我本来我还不想信你这个十二，为什么不想信你十二呢？我认为五九应该形不成共别关系。嗯。这个十又压手，但十的发言像张飞，好吧？九这人的发言也像张飞，那我只能站队你这个十二。你让我就单听你十二的发言，我都不一定属于是个预言家，因为我是个闭眼视角。我觉得我在你那个位置，我也能聊出这些东西，最基本的常识东西，是吧？所以说我井上没觉得铁像个玉，但井下听完十和九的发言，我觉得你像个玉，啊，脚位这个一，你看看要不要去验，或者说你九不流打到我头上也可以。我觉得其实站边是比较轻松的，我觉得比较容易，因为我肯定会站十二号玩家的边，因为这局游戏对我来说不是一局非常直观或者简单的一局狼人杀，我觉得是一局对人性的对人性的一种测验吧，对人究竟有没有底线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小小的摸底测验，可能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假设十二号玩家是个汉家的话，我可能就对十二号玩家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认知啊，新的认知。我就想看一看十二号玩家究竟有没有在骗我。然后呢，我底牌是一个好人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发言是个好人的情况下，十二号玩家有什么预言家面什么增高或者降低都不存在，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我现在唯一就是觉得，假设五号玩家是个狼，我觉得他的同伴稍微有点太挤了，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有点太挤了，就还是希望这个双号牌把这个位置点点干净嘛。你得让我从心理上、游戏逻辑上面都心甘情愿的跟着你走，对不对？六号玩家。这个发言就很精彩了，你给十二发的金水能是假的，十二给你发的金水就不能是假的，这是你们什么的协议呢？我好像记得不久前你还给十二发了金水，但是你是悍跳，对吧？所以你这个不是站边他的逻辑，所以我只能认为你跟十二是同伴。那个我觉得是六，因为我其他牌也没听到嘛。那一号玩家虽然是给那个十二上票，但我也听不到发言了。我先点个六十十一十二吧。如果十十一里面有个好人，一号玩家发言
就是说要铁站边十二，那就是一是容错嘛，就从里面填就可以了。因为三号玩家没有上票，然后七号玩家井上其实我没觉得很像狼人，因为井上如果你去点很多井下的牌，你如果说井上的牌大概率是好人，那井下的牌就会认为，哎，我明明是好人，那你为什么点井下多狼呢，对吧？这个就不太容易吃到票，但这种票型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反正站错边了，你出了以后你第二天能回头也行。然后我反正我的职责是给你点狼就可以了。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因为十二号玩家我自己是预言家，十二要是个狼，六号玩家讲的那个不是狼人杀的逻辑去站边十二，他说他想看一下这一局的人性是否正确，所以对我来说这把的游戏比较简单了。不是说他是从坑位当中听完，比如说他把七排了八排了谁排了任何牌牌都排了，他也没听过井下跟他一起上票，就是其他上票的人嘛，六号人在井上，就其他上票的人是不是好人也不用听，所以他用别的逻辑去站边十二，我才打六号玩家是狼人的。如果他的逻辑是我认为听下来比如说谁谁谁发言不太好，所以我造成了我觉得五号玩家是个悍票，这种逻辑我是可以去盘成有好人面的，但他讲的不是。那么十号玩家呢是井下弃票的牌，如果你是听了发言去弃票呢，我会认为你好人面偏大，但是你说你是什么都没听到的，一会儿还能再听的，但是大家都打你是狼人，所以我说你会跟一竞争一个位置。十一号玩家讲的那个，哎，我想点一个那个岩石沙漏，就再讲一句啊，那个我金水反正也离线了，大家就看着出，但我今天会尊重底牌出十二。十一说我井上一定要判八号玩家是好人，狼人呢是可以打板子的，你呢可以成立是一个狼人，你接到八号玩家的金水，你见到八号玩家不是在狼团队里的人，那你明明知道他不是预言家，所以你也可以选择去站边。那个井上其实我可能想偏向信十二，井下我觉得五号发言还行，因为井上想占十二点是因为十二号对于八号的玩家发言其实有点生气了那种感觉，所以当时我认为因为八号聊了狼人要不就怂狼局嘛，然后所以十二号生气的点是因为他确实底牌是个预言家。但井下听完六号发言确实觉得六号发言不好，因为六号你站边十二的逻辑在哪儿呢？你确实是没有说到根本上啊，你只是聊了半天，就说你跟十二号，就是我只听到六号的意思，就是他跟十二号比较熟，什么十二号不会骗他。那十二号给你发金水，骗不骗你？对于我们外置位的玩家，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拿这一点来站边十二，其实不成立的。那对于我们其实没有任何帮助。那再听听十二号发言吧。井上我觉得十二更像，井下我觉得因为六号发言，我觉得可能。觉得五还可以吧，这轮发言，那我就先过了。我跟谁站？那个十二多一点儿。谢谢瑟瑟的。上的那轮发言是粉丝牌，十二优于这个五的。当这个五一百个粉丝牌，他去聊说让这个八交身份，那我觉得我的一票点不到十二，不是一定点不到五的头上。这五井下，你给我聊什么？聊六十一十二三张狼人，然后一十里争那个好人的位置。那你的警徽流留的是二十，对吧？二对张牌点的是反票，你没有去聊这个二十张什么牌走的。总你去聊一十争那个好人的位置，我觉得有点不对，好吧？十二把这个七开了，也就是说你不给我，就是唯一没搞懂的，就是我在想，六这张牌给十二丢了个三，七在那个位置聊了几句，然后就把这个六聊放手了。那你这个炸身份的意义在哪儿啊？我在想的是这个，然后这个十二反手给这个六丢了个金水，我不知道，有可能会回头。我听一听十二这轮发言。没了。我发言，那个不用管我金水，我金水他没啥用，这六号玩家白眼，没关系，不用管他，知道他是好人就行了。
要听我点狼坑呀，那表面上的狼坑就三五九十呗。我感觉好像这把五号玩家的队友都不跟他玩，我什么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五井上翻挺好的呀。井下五号玩家点的狼坑是六十十一十二，那么其实十一跟我不太能做队友吧。井上我跟十一大家想一想嘛，去回忆一下井上发生的事情，我跟十一是不是非常难成立两张狼牌，所以说五号玩家顶下点的六十十一十二就不太成立嘛。哎呀，三号玩家不知道呀，三号玩家是什么牌呢？我想一想，一号玩家说他可能回头，先保牌吧。我就觉得十一和八都不能作废，九号玩家离线了，我不想管了。那其实位置上就很挤，就是三五七十九这五个位置。嗯，一号玩家如果最后发言不说他有可能回头的，我不知道。那一号玩家是张狼井下倒钩勾的，如果是狼的话，最后这轮说要回头 是给自己留余地吗？还是什么？但我不太想盘一的，其实，嗯，暂时不盘了，验个七吧。因为一跟七都是好像最后七号是站我边站的不情不愿的，他说最后站我边是因为单听九十为匪，那么你独立听五跟十二的发言为什么不想站我的边？七井上是好人，我没听出来，就你没说为啥，所以说我想去验一下七号玩家。七号玩家如果开出来是金水的话，一号玩家如果不是倒钩八十一两张牌保掉，那么狼坑就是三五九十，因为四号玩家是女巫，二号玩家不太想盘他是倒钩，我觉得可能读错了，所以有可能有四个狼，那么还是需要大家的票。我想想票，六号玩家会跟我投，十一跟八应该都会跟我投，那么六八十一十二这是四点五票，还要一票，那就是一跟七里的好人得跟我投，对吧？假设九号玩家不是那个离线的狼的话，我跟你投还不行吗？还是有点危险，所以一跟七里的好人得跟我一起投票，我们一起投五号玩家，别的就没啦，别的就这样吧。六号玩家老双标了，没关系，我习惯了。你给我发金水，就你骗我就可以；我给你发金水，就不能骗你。啊，没话说，好吗？他是骗子的吗？投个五万，好不好？我觉得牛肝是冤家，因为牛肝发言真的挺好的，我觉得还挺好的，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站错边了，这五号这票型出局，站错边了，完蛋！哇，你们三个都是狼啊，一手好阴阳倒钩啊！好了，那我这也打不过，这他们三个都是狼，我就没法打。那个三六十二是三个狼，然后。对，大家粉丝牌都升级啊、哦，升级，别的也没了。那十号玩家那个投票，九号玩家金水都离线了。那外师会再大家再找一个就可以了。只是说我们对于就是你们的视角跟我不一样嘛，因为你们对于八十一跟我的视角不一样。那预言家呢是不会在外之位，比如说你看六去给谁给十二发了查杀。然后八去给十一发了，首先在冤家视角里，六跟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不是说是不是要他让他拍身份，那他起码要用发言证明自己是个好人，而你认为八号玩家就一定要是一个好人，那井上我如何能把六八都认为在我视角当中是两个好人呢？对吧？所以只是视角不同而已。那外置位再有一张嘛，不然有这么多人站错边，点了也没太大意义，我就不点加时卡了啊、哦，过了。天黑，请闭眼。
谢谢一颗，一颗。十字刀了，没办法，这个十二的发言听着确实是比五好。一颗小虎牙的，那十二绑票了，过了吧？我不是狼，我是个好人。天哪，这十二号也太强了，这也就乱砍呀、啊！那不就绑票吗？那跟着十二号走吧，好吧，我过了。我操，这十二号玩家真的也太强了！我的确是被骗的，晕头转向。五号玩家，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是个好人。哎，我人都被骗晕了。那十二号玩家说投谁就投谁吧，我这反正没办法了，我成为最佳狼助了。唉，人性。他打我锦湖流的时候，我就不想站那边。但他又聊了一句：“这个九的发言是真的。”我你看到后边就会全认十二号是狼，这帮逼也太逗了。因为我聊过那个前面打你六的点，我可以拿过去打这个十二，开黑的就验了，意义在哪里？没啥收益。你看。你现在排十二是个狼，你只能跟着他走，对吧？你告诉我，他这个位置打九为张匪，井上的这个九为张匪，前置位这个六柱扎身份，再打七的锦湖流，是不是一定是炸的？你说什么呢，七号？你赶紧五七九形成三张狼人牌，这个位置一定有所工作的。那你这个位置留七的锦湖流，我确实觉得十二很炸，但为什么我还是投这个五的票？因为我觉得。五九十是三张狼人牌，因为他格局定在那里，但六八十一这个位置你打不了为三张飞，他说你只能跟着十二走。我内心其实很抵触的，他留我九五六真的很抵触，你知道吧？就是。怎么说开黑局吧，就你们总是啊，因为五号跟十二号认识，跟六号也认识，所以不验他不验他，然后验谁验谁，总是打这种就很容易混淆别人的感觉。对呀，不是很舒服。不是很舒服。其实十二开始的时候是不太信他的，因为我在那边等他验人，这帮逼都觉得自己站错边了，就也不报，逼了半天他的验人也不报。但是我看最后还是放手吧，我怕狼人会自爆。这帮逼怎么这么马后炮啊？那一会儿游戏结束，十二号是狼怎么不是好人怎么办？你想算了，过了吧。不是。十二那个当时去点我十一就没有一个明白人能过来说十二号是冤家吗？上场冤家，但是八到第二轮发言的时候去点，就八能放点十一十二的时候，我当时想去拿逻辑去打他十一十二做不成双狼的格局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点不出来，你还拿逻辑去打，十一十二是在五虎的视角里能做成双狼的。这些人就可笑，他还用逻辑，他还要用逻辑。但是真的，我是觉得，六十二互相两个狼互相去甩这个身份，我真是没想到。然后三号牌是 GY， 我靠！我看到他在直播，哎呦我去！哎呀，你看看，哎，那输就输了呗。输就输了。我第一次我看底下怎么这么多人观战，就是很纳闷儿。我就是看谁像主播呀。然后二号牌倒的时候说三，然后好，一看是 GY 啊，就这样输就输了呗。输了。哎，其实有的时候打路人局和开黑局的话，就会出现这种，就是狼人他晚上能交流，这种骚板子的话是路人局配合不出来的，好吧，过了。过了，那是过了吧？哎呀，那怎么办呢？拿狼还不能允许吗？就这样吧，那就把这个九号玩家出一下吧，好不好？那就把九号玩家出一下，我们就一起出九，好不好？过了，过了。我七票吧，好吧。
就弃票了，好吧，我就弃票了。噔噔噔噔噔，然后游戏结束，好人胜利，这帮逼就全傻了。游戏结束，好人胜利。游戏结束，好人获胜。哎，他们懵逼了，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他们都觉得自己输了，然后发现赢了，那也太惨了，这帮人。我不是，这个牛肉干和这个 KS 真的是有问题的，好吧，他们两个搁那演。等一下啊，我那个结一下账，谁是预言家，12号是预言家，然后看一眼下一盘见了没有。哇，谢谢这个开不了口的这个2500个粉丝牌，谢谢谢谢谢谢。这是谁啊，这是谁啊，哦哦，前段时间来我这抽个小资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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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不了口的2500个粉丝牌，天哪，老板大气，谢谢谢谢谢谢。刚看到刚看到，我那个是是是，因为这个粉丝牌它并不是特别显眼，就一般我那个感谢那个藏宝图和那个火箭什么的感谢的比较顺口，这个东西感谢的不太熟练的啊，就是以后可以送那个火箭和藏宝图，我就谢谢啊，谢谢老板的这个2500个粉丝牌，谢谢。嘿嘿，谢谢老板的这个2500个粉丝牌。那个开不了口说过话没有？哦，谢谢谢谢开不了口的虎牙一号，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天哪，这是谁呀？这是谁？哇，我随便，哎，我现在是不是我是不是来新大哥了？我是不是火了呀？女的，哦，女的，是女的，不是男的，新大姐，我天哪。啊，对对对，再送一个就可以进粉丝群了。哎，当然了，这个粉丝群也不是说必须进啊，就也不是必须进啊，就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但是真的挺不错的啊，就是挺不错的，然后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哎，怎么说话呢，人家一看刚22岁，怎么就新大姐了，你们说什么呢？人家刚22岁，就新大姐，韩王家的，真的假的？那我先买张狼吧。完蛋蛋。